华登初上第二季中饰演第三庆公关的宝宝吴康仁登场后，立刻在网上引起不小的话题。而随着第三季即将上映，在日前释出的花絮中，还抢先看到两家酒店的小姐们竟然当街打架了。他们都不认识，怎么打？专业，你是被打的那个？哎，没啦，我还没清醒。你要不要很懂哦？就是要先搞定。我踩一脚而已，很快。见女人抓胸部，妖精打架。你们在干嘛？妖怪打架。有敲到你个人的吗？有。金鹿哥。刷很深了，这里还有感觉，这样就没感觉，你要还是要大力点，还是要大力点，直接被 Rose 妈妈掐下去。不过关于宝宝私下的爆笑画面实在是太多了，冲啥会，冲啥会，客家台语，他们的素质算是挺高的了，我们素质就不高吗 ？Sugar 的素质就知道，光子声音怎么会好呢？我姐妹。我们这也是比较走年轻大胆的风格，就是因为老板娘是这个样的一个人，对。Aiko， 是上一代的变装皇后，跑到了就是调通来创业这样。我帮你吹。你眼妆都非常的厉害，这样我也第一次有类似昆虫的东西在我的眼皮上，我妆感整个都输了。我是孟兰佳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宝宝，欢迎到 Sugar 玩啊！等你。希望我们未来的日子里，不要再有后悔的事情发生。